近一百年来啊，吼，乳房的问题都是由一般外科在做治疗的。然后一般外科里面有很多次专科啊，像是内分泌外科，吼，就是专门治疗甲状腺啊、乳房疾病这些，吼，或者是那个像肝胆胰啊，吼，或者消化外科，这个都是一般外科里面的分科。所以所有的乳房外科医师啊，都是一般外科医师，吼。所以除了说乳房外科的问题的话，大家如果有想到啊，任何关于肚子里面啊，或者是甲状腺的问题也都可以问，哦，可以在下课之后再问，哦。好，那，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年轻乳癌与三阴性族群，哦。那这个是主要的大纲，哦，就是讲说，什么是年轻乳癌啊，什么是三阴性乳癌，哦。那三阴性就是它有三个指标，哦，荷尔蒙指标跟标靶指标，哦，然后还有它的一些治疗的选择，哦。那现场有人是接受过治疗十年以上的吗？五年以上的有吗？是五年以上吗？对，所以一般哦，大家讲说久病成良医啊，就是很多人哦，在经过很多年的看诊之后，对这些东西哦，其实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哦，都常常听医生讲，或者是自己会上网路查资料，就会有很多的了解，哦，啊，也可以等一下跟大家病友们，或是跟一些好朋友一起做分享，好，哦。那乳癌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哈？这上次有讲过哈，因为我们国内的十大癌症前三名啊，就是乳癌、大肠癌跟肝癌哈。那乳癌的人数最多哈，那因为几乎99%都是影响女性啊，哦，所以对女性的冲击哈，跟其他的癌症分摊给男生、女生来讲的话，它的影响甚至大于肝癌跟大肠癌这种很常见的一些癌症哈。那可以看到说哈，它的那个新增个案数哦，现在已经破万哦，吼，就加上零期癌，每一年已经有11,000多人得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吼，所以它治疗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样，吼。那其他的一些肿瘤啊，像是大肠癌或肝癌，上次有讲到说，因为检查不易嘛，吼，所以都要靠医生才能做检查。那乳房的问题哦，因为每天至少洗一次澡，吼，会跟自己见一次面，哦，所以它的筛检跟治疗都很重要哦，吼。那影响那个乳癌的存活率啊，还有治疗的成效哦，最基本还是要看它的分期哦。啊，这个图表有点复杂哦。简单来讲啊，肿瘤的大小哦是一个影响的关键哦。比如说一开始肿瘤是小于2公分哦，或者是2到5公分哦，或大于5公分，这个是做一个区隔哦。那现在人对自己的健康哦自觉都很强哦，很少有人放到肿瘤大于5公分才来看医生的，这已经很少见了哦。大部分都希望说在2公分以下哦，就是尽量趁早做治疗哦。那除了肿瘤的大小之外啊，淋巴结的数目哦，这是以手术的检体来看哦，3颗以下哦，或者4到9颗，或者是10颗以上，这个也会影响治疗的一个成果了哦。淋巴结最后影响的颗数越多啊，哦，对于它的存活率跟治疗的疗效有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看有没有远端的转移哦。如果一旦有远端的转移的话，就算是第四期哦，就是不管淋巴结几颗或者是肿瘤多大，就算第四期。但是第四期啊，虽然每一个癌症都分为四期哦，但是第四期通常不代表是末期啊，哦，特别是在乳癌这个疾病，有很多的治疗跟药物哦，即使是第四期的患者，他也可以得到一个很长的存活，超过5年或超过10年的都大有人在哦。那除了分期会影响治疗的成果之外哦，乳癌这个疾病啊，它分成很多的亚型啊，就是很多次等的类型哦。比如说常见的管腔 A 跟管腔 B 型，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荷尔蒙感受是阳性的哦，标靶是阴性的哦。它可以看到它的治疗效果最好，在它上面是红色这条曲线哦。那比较治疗效果比较不好的啊，大家都常常听说三阴性，三阴性不好，三阴性很恐怖这样哦。但是仔细看哦，三阴性啊哦，就是比较偏类基底细胞型这条灰色的曲线哦，虽然跟这个红色曲线落差很大。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条曲线掉在更下面？这个就是标靶指标过度表现型，哦，它的荷尔蒙指标是阴性，但是标靶指标过度表现型，哦，它的那个细胞的活性很强啊，它甚至会比三阴性更难治疗，哦，但是现在有很多标靶药物，哦，有注射用的也有口服用的，哦，在发展出标靶药物啊，这个是近20年来算是最大的一个在乳癌治疗上面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哦，有了标靶药物之后啊，在这个标靶指标过度表现型哦，使用标靶药物可以把这条灰色的曲线拉到几乎跟这条红色的曲线是在一起的哦，所以这个治疗才这么的重要哦。那可以看到说哦，在亚洲地区啊，哦，台湾地区跟在欧美不一样哦，在欧美地区啊，可以看到它得乳癌的几率哦，基本上这个曲线是偏右边，就是年龄层很高的才会得哦。
比例比较高，但在亚洲地区可以看到中间有两个高峰哦，大概从45岁到55岁之间哦，罹癌人数其实很多啦，所以证明说不同的种族啊，不同的基因哦，对于他会得癌症的类型还是不一样哦。那为什么亚洲地区会是这中间这个地方特别高？可能跟人种有关系哦。那发生比例跟筛检率越来越高，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很有影响哦。那刚刚讲的就是希望能够早期筛检、早期治疗，一个是用超音波跟乳房摄影，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那种检查。那什么叫做年轻乳癌啊？在欧美国家，因为诊断的年龄层比较高，很多人都是在50岁之后才诊断出来。那在我们这种亚洲地区啊，像台湾、韩国等，比较年轻的女性占了几乎一半的比例左右，每年差不多有400个在35岁以下的年轻未婚女性罹患乳癌。那刚刚讲的啊，比如说在45岁到55岁中间这个年龄层以那个国内的统计来讲的话，有蛮多其实还没有停经的那每年大概有6到9%的患者是在35岁以下那对于患者本身的冲击来讲的话，在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很多都是未婚的或者是还在工作的女性所以他的治疗啊，跟比如说年纪很大，大家可能说都已经退休在家里面了，所以他治疗啊，他就很像在家里面休养用，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了，或者是他的家庭生活的冲击没有那么大越年轻的影响可能会越大那在欧美，他的年轻型乳癌怎么定义他们是把40岁以下属于年轻型乳癌就是 young age 那35岁以下是极年轻型就是 very young age。那国内也是常常有看到在25岁到30岁中间这个年龄层的女性得乳癌那在更低的就非常罕见了，可能都是个位数的那我们在亚洲地区都是把35岁以下定做年轻型乳癌那虽然说比较年轻型的乳癌，它可能它的治疗比较不容易啊，但是基本上治疗还是应该要分成更年期前跟更年期后了所以理论上来讲，更年期前要看做一个族群所以这是名称上的定义，但是在治疗选择上还是以停经前跟停经后来做一个区分点那在我们国内有那个更年期医学会的统计的话，平均啊在46岁到55岁中间停经平均是48岁。那年轻型乳癌啊，为什么不好治疗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些比较高的比例啊是比较不好的肿瘤形态它的增生的能力比较活跃那它有一半以上呢、可能是荷尔蒙接受体是阴性的它的那个细胞比较不好控制，因为荷尔蒙感受体是阳性的，因为先天我们乳腺就有荷尔蒙的染受体它如果这个指标不见了的时候，表示它的变化比较多，它可能已经比较不好控制了所以后续的辅助性化学治疗跟电疗就很重要因为它没有办法做荷尔蒙治疗。那如果是荷尔蒙染受体是阳性的话在年轻的女孩子她考虑的点也很多啊，她可能还考虑到后续啊，她还想要怀孕再生产这些可能是不一样的治疗所以她可能会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她还会用针剂做治疗做1到3年的强效抑制法这后面还会再讲那可以看到说越年轻的患者罹患乳癌啊，就是以45岁以下跟65岁以上来比较的话年轻型乳癌它的这个存活的曲线很明显是比较低，就是比较差的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除了对于患者啊治疗上的选择不一样之外另外一个是他的身心的感受跟复健这些其实影响都很大。像我们平常在做健检很多30几岁的女孩子，我们都会询问说有没有怀孕生产过啊，很多都是未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很多都是职业妇女比较多很多人都到35岁都未婚，而且没有生产如果在这个时候得到乳癌的话，他们面临的整个治疗的压力跟困难比更年期后才得到乳癌的患者相对更多更复杂那他们因为整体来讲的话，接受治疗很多都必须要中断他的工作那现场有接受过化学治疗的有哪些可以举手分享一下吗？有人是接受化学治疗的时候同时有工作的吗？在工作中这样算蛮不简单的工作是比较静态的吗？还是公务人员一类的？静态的哦，对，因为几乎在临床看到大概80-90%的人都会因为化学治疗或电疗终止他的工作，特别是在电疗的时候有时候连续1个月每一天都要到医院去，想要停下来就是想要继续上班都还蛮困难的那他们要忍受的就是除了治疗的副作用之外
提前到来的更年期哈，因为很多像我们比如说做化学治疗哈，注射之后常常原本没有停经的人也会停经了，大概会有一两年的卵巢进入休眠状态，甚至在停止治疗之后哈，两三年都还没有恢复月经来的都有。好啊，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患者，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岁左右，很多停止治疗，他的月经自然就会来了。好，那如果正好在接近更年期这个年纪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进入更年期。好，那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像是热潮红哦、失眠、焦虑这些哦，都会比自然停经者来得更明显哦，更难以适应哦，因为他这个算是忽然来的哦，他并没有事先做好心理准备。那身体的变化也是一下子就产生很剧烈的改变哦，并不是慢慢进入更年期哦。那他也会担心说自己的生育能力啊，哈，影响异性交往后面的一些障碍哦，跟他人生的一个动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那不孕哦，跟性生活受影响啊，提早停经的不适哦，人际关系或者与伴侣关系的变化哦，常常超给他的冲击超过手术跟化学治疗来的影响哦，因为很多女孩子哦很年轻，她们也办法。忍耐到所有的治疗都做完，我也有二十六七岁的患者，他是记者，他都还是一样出去跑他的工作，都还是受得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啊，如果她本来已经有固定哦论及婚嫁的男朋友，或者是她根本就未婚，也还没有交过男朋友，就接受某一边的全切除的话，对于她整个人生的生涯规划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敢去交男朋友啊啊！通常在看医生的时候，这种很困难的事情哦，除非认识很久之后，不然他也不会跟医师讲，因为他都会由于说交朋友到底要一开始就跟人家说他得过这么严重的病哦，就算他曾经完全都治疗好了哦，还是等到真的交往之后，接近要有亲密关系的时候再说，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人生影响会不会更大？对，很多患者都有那种困扰，像那个患者也是回来看门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现在治疗都做完了、啊，吼、哦，气色都很好啊，看起来都很漂亮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吼、哦，说梁医师，你实在太不了解女人了，吼、哦。”他说：“女人的气色啊，都是化妆出来的。对”对，虽然说他还没有三十岁，他也是跟我讲坦白，他是这样。他就说：“穿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啊，然、哦、后化妆化得很美，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那担心的地方，还需要他去克服的。”哎，啊，因为他是一开始就是第三期哦，所以他是准备追踪至少两年以上哦，完全没有复发再做重建，对，算蛮不简单的哦。啊，有些人如果他完全没有朋友哦，也没有人跟他聊这方面的问题，就很怕他会自己放弃啊哦，或者是在交往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原本就有男朋友的，或者是即使对方的家长都很认识他哦，要完全接受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一般呢、啊，就建议哈，在看诊的时候哈，建议比较年轻型的乳癌哈，就是做立即重建的年轻病友的比例比较高哈，接受保留手术就是局部切除的比例也比较高啊，哈，他们比较有这个意愿哈。啊，门诊啊，有一些哈，比如说他是老奶奶啊，他会说啊，没关系啊，反正就全切除就好了，如果可以不用做电疗，对他来讲比较方便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有很多，就是爱美的女性，没有人说四十岁以下、三十五岁以下才能爱漂亮。很多女孩子啊，到六七十岁，她看诊的时候也是直接跟医生说我要做立即重建哦，所以爱美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啊，哎、欸，不用为了年龄受限制、啊，哎、欸，只是建议说哈、哦，比较年轻的患者，如果他的生涯规划比较不受冲击，可以考虑做立即重建哈、哦，或者是做部分哦乳房保留手术这样子哈、哦。那大家也要想说哈、哦，重建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别人的一些观感。好，保持身心平衡哦。因为一般哦，手术加上治疗的冲击的这段时间大概是半年左右啊。很多人都是在经过冲击哦，掉到谷底之后再慢慢爬升起来。好，那做立即重建的好处是说哈，它可以跳过这段哦身心受创最严重的这段时期啊。所以但是一般建议还是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乳癌患者或者是临期癌的患者比较适合哦，因为它的复发几率稍微低一点哦。然后可以提升信心哈，还有让他在职场中抬头挺胸哈，继续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付出这样子哈。除了要积极配合治疗之外哈，要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追求自己的幸福啊，就是健康跟幸福都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治疗跟重建可以兼具这样哈。啊，等一下还会讲那个他的荷尔蒙的一些治疗哈。那整体来讲的话哈，现在影响乳癌年龄层下降的原因哈，可能跟遗传哈、荷尔蒙。身体的免疫力或者是外在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哈，那我们的饮食啊日渐西化，可能跟年龄层降低哈，还有诊断年那个人数增加有关系哈。那我们很多的
很多人诊断年龄层，比如说你是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层的话，小孩子大概都是，比如说10几岁、20几岁这个年龄，就是要关心自己下一代的小孩子啊，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要注意啊，在他们就是比较多素食啊、高脂肪、高能量的饮食之下，在乳房发育的过程中，教导他们自我检查，还有接受专科医师的检查，这个都很重要。一般来讲啊，比如说40岁之前，或者是30岁以下的，至少一年做一次超音波检查，40岁以上的就是超音波跟乳房摄影，会建议两个都做啊。目前看到最年轻的乳癌，我自己看过的是16岁，对，这个很少见，台湾一年可能只有一两个，通常是一些遗传方面有特别的问题，但是这个都还是很值得重视，好，刚刚讲的是年轻型乳癌，刚刚讲的重点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年轻型是指40岁以下，那非常年轻型是指35岁以下，那以治疗选择来讲的话，就是看荷尔蒙的指标啊，还有看它是不是已经到达停经的状况，这个才是关键，那后面要讲的是那个三阴性乳癌，那刚刚讲啊，影响肿瘤啊复原的一个级别，影响最大，就是它的治疗后再复发的风险跟存活的机会，我们一般来讲啊，级别都是以肿瘤的大小，分化的好跟不好，是不是有淋巴结的侵犯来判定，那以前会把病人分成不同的级别，这个不是做研究的人太无聊，因为他们是把所有的病人集中在一起统计，比如说第一期的患者他们存活率差不多，第二期他们的存活率也差不多，所以才把他们分成一个一个小组来看，方便医生在做研究的时候做统计，但是后来发现啊，除了级别之外啊，同一个级别里面他们的存活率也有很大的不一样，表示说乳癌并不是性质单一的单一疾病，所以现场如果说比如说总共有100个乳癌的患者，但是他们并不是同一种病，100个可能分成5、6种，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可能有适合他的个人化的医疗，那有些人可能治疗效果非常好，有些人却效果不好，所以才是医生要进一步的去分析，为什么这些人的治疗效果会不好，这样。好，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就是说大家去分析这些乳癌的细胞，一样都是从乳房的小管或者是乳房的小液体里面长出来的，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成分，就是它的分子生物学。那刚刚讲的三阴性啊，它里面有两个指标是荷尔蒙的指标，就是动情激素的接受体，缩写叫 ER， 那黄体激素的接受体叫 PR。大家如果有做过手术的话，回去翻自己的那个病理报告，里面一定都会有提到这两个。那它会分阳性跟阴性，那这个的阳性跟阴性，也有比例高低的不同。它会病理科医师会从这里面去染色，然后看它的成分。比如说，很早以前，把阳性超过 10% 的细胞的就定义为阳性了，后来改成 1%， 就只要100个细胞呢，超过一个细胞是有染色染出来的，就叫做阳性，那他们对于后续的荷尔蒙治疗就会有用，一般来讲，两个指标同时阳性的治疗效果是最好，那至少有一个指标是阳性的啊，治疗也会有它的效果，两个指标都是阴性的，就是健保没有给付它的荷尔蒙治疗，那就算你自己拿药来吃或是去打针啊，也没有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蛮重要的，那他用的那个荷尔蒙治疗，这个是泰莫西芬，可能很多人都有吃过这个药。那芳香烷抑制剂，算是第二代的药物，它里面也分很多种。简单上来讲的话，泰莫西芬是最传统的老药啊，就是停经前、停经后都可以吃啊，不管什么样的乳癌患者，只要荷尔蒙指标是阳性，先吃这个药就不会有错，那芳香烷抑制剂就是只用在停经后的患者。这个后面会再讲为什么这两个药，因为它作用的点不一样，所以效果不一样。那荷尔蒙染色体是阳性的啊，它后面有多一些治疗可以选择的药物可以选择，就是医生可以用的武器比较多。那另外一种就是标靶指标啊，我们讲的 HER2 就是第二型上皮细胞的生长接受体，这个过度表现的时候，生长快速，预后较差，那有标靶治疗的药物啊，针对这个指标来做治疗的话，可以抑制那个癌细胞的生长。刚刚讲的，就是把这一条啊，标靶阳性这一条，看起来弱的最低的指标，拉到接近于粉红色这个，就是标靶阴性的这个指标，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指标因为拉得很长，到20年那么久，我们很多肿瘤都是看5年存活率嘛，你看在5年这个区间，最好的啊，
哦，这个是八成的存活率哦，是荷尔蒙阳性的哦，但是最差的这个曲线只有一半哦，所以这个不同乳癌细胞的亚型哦，影响非常大。那刚刚讲的除了细胞的形态之外，另外一个是级别嘛哈、哦，大部分呢、啊、第一期的乳癌哦，完全都做完治疗之后有九成以上的五年的成功率啊。啊，一般我们五年以上的成功率就看作这个疾病已经完全治疗到好了，哦，五年之后再发生的就当作是第二次罹患癌症这样，哦，那第二期的话也还有八成以上的治疗成功率，哦，那第三期可能稍微差一点，差不多一半一半左右啊，哦，好，那三阴性乳癌哦，它特别去染色，就是刚刚它的那个三个指标都是阴性哦，所以荷尔蒙治疗也没有用，标靶治疗也没有用。那医生可以用的治疗选择哦，就很像你打牌一样哦，就几乎没有牌可以打，哎，就只剩下化学治疗跟电疗哈。那它去染色的话，它可以染出一些特别的基底细胞哈，所以它叫类基底细胞的一种肿瘤哈。那它在所有的乳癌患者里面，大概占一成到两成左右哈。那刚刚讲的哦，三阴性跟基底型哦，它有一部分重叠，但是并不完全画上等号了。哦，那但是它的治疗选择最少，所以最需要特别注意。哦，那三阴性乳癌的病人哦，也不表示说诊断是三阴性，它就是晚期或者是末期。哦，它照着治疗指引，就是我们国内啊，都是跟那个国外，它有一个 NCCN 哦，就是国际癌症的一些治疗的准则。哦，它是三阴性啊，它如果是早期哦，照着这个治疗指引完整的去做手术跟化学治疗哦。发现里面还是有一小个族群的人哦，他很快就复发了，而且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哦。那大家就是想说啊，三阴性是不是对化学治疗效果也不好？那我们的药物选择是不是要修正哦？是不是应该去寻找除了以前传统的化学治疗之外哦，对三阴性治疗更有效的一些药物这样哦？那整个来分析的话哦，就是比较级别最早的哦，就是三阴性乳癌里面呢、啊，第一期哦，它淋巴结没有转移的哦，第一期。虽然接受积极治疗还是有比较高的风险哦，所以国外觉得说哈，即使是早期也应该积极治疗哦。很传统的时候哈，乳癌的肿瘤要大于两公分，淋巴结有转移，就是在我老师那个年代才开始打化学治疗。那后来变成哈，淋巴结没有转移，肿瘤大于一公分也建议做化学治疗哦。这个是因为经过很多年的统计之后啊，发现这个哈肿瘤只要超过一公分啊，就已经开始有转移的风险了。就算你的淋巴结看起来都是阴性的吼，趁早做治疗，对于它整个恢复的效果也都有帮助。吼，那在国内的现状吼，普通的肿瘤啊，吼，大部分的人很多人用小红梅治疗，大概治疗六次就好了。但是特别是三阴性乳癌吼，健保就是特别有给付吼，就是在淋巴结没有转移的病人也加上紫杉醇，就是做比较强的化学治疗。吼，那为什么特别针对三阴性把它提出来讲，就是因为它比较不好控制，后面可以选择的治疗比较少。因为荷尔蒙治疗跟标靶治疗比较温和，一般都把它当作那个后续的一个维持疗法。好，那因为它后面没有维持疗法可以做，所以一开始的化学治疗做到最强，后面复发的几率希望可以降到最低。好，那整体来分，来分的话，就是它有针对110个，就是第一期的三阴性乳癌的患者，复发的风险跟复发的模式，跟900多个。就是荷尔蒙染受体阳性、标靶阴性的患者做比较，哦，所以他这个比较就是把刚刚最好的一条曲线跟最差的曲线来比较，哦，追踪4.2年，哦，发现三阴性的组别复发率明显比较高，哦，大概有8%的人会复发，那另外一个比较有控制的只有1%的人会复发，哦，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不用记得那么详细，就只要知道说大概的好坏的差别，哦，那五年的总存活率，哦，荷尔蒙阳性的患者大概是96%，也比三阴性患者明显来得高，是92%。那荷尔蒙阳性吼，标靶阴性的患者平均的复发时间，吼，这个是比较好的那个族群，所以它平均复发时间比较长，吼，三阴性复发时间看起来比较短，吼，那五年的无复发存活率也是差了差不多10%左右，吼，所以啊，不管吼。加上多少的系统性治疗，系统性治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就是化学治疗，哦，对三阴性的患者仍然是处于一个不公平的劣势，哦，就是同一个级别本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样的立足点，哦，但它明显还是比较差，哦，所以在淋巴结阴性的第一期三阴性患者里面，哦，有 一小个族群的人不管做什么治疗，哦，复发都很高，哦，那除了
一般用的像是小红梅啊或者紫杉醇之外，有人也是考虑说加上艾司汀哦，这是另外一种标靶药物，这个是血管新生的抑制剂啊，或者是加上类似那种白金类的化学治疗的药物来做治疗哦，看看效果会不会比较好哦。好啊，后面再讲它的那个治疗选择哦，前面就是讲是标靶指标跟荷尔蒙指标哦。治疗选择来讲的话哦，经过很多的统计，因为乳癌的化疗配方哦，千千百百种，国外做的那种研究啊，光是研究的那种清单啊，可能大家看都看到眼花缭乱，就是不要看内容啊，看它标题的清单就已经眼花缭乱，就是先打这个，再打那个吼，或者是两个一起打，好，或者是每个都三个礼拜打，或者是降低剂量每个礼拜打，吼，千万种都有，吼，澳门比较简单的都是三个礼拜做治疗，吼，那经过很多年的统计之后发现啊，三阴性乳癌患者吼，加上白金类的，我就是白金吼，它的化学的反应率好像有上升了，吼。这个里面用来做比较哈，术前化疗哈、术后化疗，或者是第四期的患者用来做控制的也都有帮忙。好，那就是他看了300多位患者哈，里面有差不多20%是三阴性。好，术前化疗的完全反应率就是没有做，还没开刀之前开始打化疗，开完刀之后把肿瘤拿去分析，发现癌细胞已经死光了，好，反应率有高达88%哈，比其他类型的患者来得高。好。那晚期乳癌就是第四期患者用来控制的话，整体的反应率还是高了10%左右，好，所以这个白金类的化学药物是可以考虑加在里面的，好，那小红梅类啊，可以听医生讲，就是 anthracycline 这种是蛮常见的一种药物哈，还有紫杉醇药物哈，它通常做一个基底，就很像你那个买牛肉面啊，吼，基本就是看你要加卤蛋或不加卤蛋的意思，好。对，就是它可能会加上别的药物，但是基本的牛肉汤底是不会变的。哦、小美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药物，但因为它都是加着白金类的药物一起用，所以是不是单独使用白金类药物就会这么好？或者是因为小红梅跟白金类并用才那么好？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我们做研究的方式，哦、比如说目前已经知道小红梅最有效果，哦、你在治疗的时候不可以服用最有效果的疗效啊。哦、这个在医学伦理上是一个，以前有个匹兹堡宣言、啊、就是很早以前、哦、大家知道那个梅毒啊，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很严重。那以前有个很大的突破，就是盘尼西林可以用来治疗梅毒、哦。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医疗的丑闻、啊、就是医学伦理道德被批评的最严重的，就是那时候他们把很多梅毒的患者收集起来，分成两个族群，一边用盘尼西林做治疗，一边就是什么都不做，就看着他们慢慢病发，一直到死掉了。这个字是很传统的时候，医学伦理还没有那么，没有人提倡这种伦理的议题，所以才有人做这种实验、啊、那现在的规定是说，哈，比如说你已经知道小红梅是最基本的治疗药物了，你不可以设定一个族群完全不用这个药物做治疗、啊、因为这个明显违背医疗伦理，所以它至少这个药物都一定会在，哦、好，啊、那它的研究结果就是说，哈，在考虑在传统的化学治疗上面再加上白金类的一些药物，哦那刚刚讲的全身性的治疗啊，这个就是医生跟患者大家可以讨论的哈，就是你有哪些治疗选择可以用哈来治疗你的疾病。那刚刚讲的是化学治疗哈，后面有标靶治疗跟荷尔蒙治疗。那这两个治疗的话，因为它都有对应的指标哈，所以荷尔蒙治疗也可以算是一个广义的标靶治疗，对身体的副作用比较低。好，那三阴性乳癌因为所有的指标都是阴性的哈，所以标靶治疗无效哈，荷尔蒙治疗也无效。所以选择最少这样，好，所以一开始就要选择最有效的化学治疗哈，才能够降低它的复发几率，让它治疗效果比较好。好，那考虑的用药的方向哈，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小红梅哈，或者是那个密集哈高剂量给药的一些药物，这些都是跟小红梅并用的药哈，或者是铂金类啊哈，或者是紫杉醇类的药物，这个都是一些治疗的选择。那刚刚讲的艾司汀是另外一类的标靶治疗药物，它是针对血管新生的抑制剂，它对于某些患者或者是在乳癌里面特地是那个头脑里面转移的特别有用，因为头脑里面的血管比较特别，所有的化学治疗药物要进到头脑里面都很困难，就只有这个艾司汀会有效果。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艾司汀用在乳癌它现在还是打一个问号，就是还没有很确定的定论。那全身性治疗就是刚刚讲的，即使乳癌啊它只有这个肿瘤只有1公分以上，没有顺着淋巴跑出去，都还是建议做全身系统性的治疗，是因为它扩散的速度很快，
好，啊，手术切除的范围目前已经越来越小了，就是很多啊都不做全切除，只做局部切除。好，那后面做的那个辅助治疗是避免它扩散出去。好，好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哦，目前呢，啊，乳癌的诊断率虽然很高，但它的死亡率啊慢慢已经有下降的趋势。哦，这个跟治疗进步、筛检还有一些那个，哎，后续的追踪，这些都有关系啊，哎，就是我们后续要做的一些努力的方向。哦，好，那刚刚讲的这几种治疗啊，化学治疗是所有的患者侵袭性乳癌的大多都适用。哦，不管它的荷尔蒙指标，不管它的标靶指标，国内是1公分以上才开始打化学治疗嘛。其实以国外的准则，哦，0.5公分以上就会建议做化学治疗。哦，不过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选项啊，哎，不是100%必须。因为在0.5公分到1公分族群里面，这第一期的患者，哦，他复发率本来就低啊，所以你全部的人都去做化学治疗，哦，会得到帮助的患者其实数目有限啊，所以这个还是存疑。哦，那标靶治疗的话，就是用在标靶指标阳性，哦，荷尔蒙治疗就是用在荷尔蒙指标阳性的患者。哦，那我们讲说它的治疗啊，哦，通常要合并多种药物啊，效果才会好。但是比如说你合并多种药物的话，它的副作用啊，哦，可能就会比较高。哦，啊，我们希望的治疗曲线，哦，比如说癌细胞，哦，从完全没有到开始成长，哦，10的9次方是一个公定的数目。哦，通常细胞累积到这么多数目的时候，差不多1公分啊。哦，啊，一般也是1公分以上比较容易被诊断出来。哦，那你把它诊断出来之后，哦，药物治疗希望可以让癌细胞减少。那在做化学治疗的时候，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的细胞，所以通常都会有一些恢复期。好，那你恢复之后再慢慢做治疗，希望可以完全的把癌细胞通通都清干净，都杀光。好，但是在实体性肿瘤的这种几率比较低啊。通常你比如说是白血病啊，哈，那种是血球性的疾病，哈，它不是实体肿瘤，你做化学治疗比较可以慢慢把它压低下来。好，那实体性肿瘤也有人单独靠药物，哈，就完全大好的，但是这个几率比较低，哈。也有乳癌患者在做完化学治疗之后啊，所有的临床证据，哦，切片啊、摄影、超音波都看不出有癌症，我们还是会建议他把乳房拿掉，就是这样。哦，那大部分乳癌比较常见的那个治疗曲线是像这样。哦，比如说在诊断出来之后，先手术，哦，一口气把所有看得到的癌细胞都拿掉，后面再追加做治疗，希望把它所有的癌细胞都清除。哦，或者是像那个比较新的一些治疗，就是在术前，哦，先做比较低剂量的那个化学治疗，哦，先让肿瘤缩小，那开完刀，哦，把大部分的肿瘤都拿掉，后面再接着做治疗把它治好，这样。哦，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治疗曲线。哦，但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那么幸运啊。像我们的标准治疗疗程，哦，也有人在做完治疗，哦，在做完化疗，哦，跟电疗之后，癌细胞其实还是残存那么一点点，哦，只是我们完全任何科学仪器都检查不出来，那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又复发。哦，啊，在乳房这，欸，在乳癌这方面的肿瘤其实也蛮多的，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第一期乳癌，哦，治疗5年以上以为已经完全好了，到10年以后再复发就直接以远端转移，哦，就直接跳到第四期的方式来发生。哦，啊，这个族群比较少，但是有这种特殊的现象，所以很多人都在研究是不是癌细胞它有一个胚胎的干细胞啊，欸，它就是治疗到最后它剩下残存的一点点，然后它躲在某一个地方，它休眠很久很久之后再跑出来，就会以这种形式来复发。哦，啊，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方法，我们只能够把前面这个部分做好，然后把后面的追踪做好。哦，那在治疗方面来讲的话，哦，乳癌的细胞啊，哦，大部分都还是荷尔蒙染受体是阳性的，哦，大概有60%可以用抗荷尔蒙治疗。哦，那刚才讲的标靶指标大概有20%是阳性的，可以用抗标靶治疗，那大概10%到20%之间是三阴性，哦，就是只剩下化学治疗可以做。好，哦，啊，这三个族群呢，哦，这些都中间都还有重叠，可以两个都并用这样。好，哦，那荷尔蒙受体，哦，分两个，哦，雌激素啊，它的ER的受体是在细胞膜，哦，那黄体素的受体是在里面，哦，细胞核这边，它的两个作用的路径是一致的。哦，所以只要有其中任何一个指标是阳性的，哦，用雌激素的抗荷尔蒙治疗就有效。哦，那我们女性啊，身上的荷尔蒙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卵巢是当人的一个来源嘛，哦，因为我们有月经啊，会有荷尔蒙的周期变化，哦，几乎90%以上的荷尔蒙都来自于卵巢，那卵巢是受脑下垂体，哦，下视丘脑下垂体的控制来分泌，哦，那我们最常见吃的药啊，哦，泰莫西芬就是在这个部位，哦，就是在雌激素一直到乳腺，哦，或者是其他荷尔蒙染受体阳性的细胞，哦，做一个拮抗，
它是一个部分辅助、部分拮抗的一个效果。哎，所以有人吃泰木奇芬月经还会来，就是因为这样。好，那这个是在停经前是走这个路径。那在停经后啊，女性身上还是会有荷尔蒙的来源，吼，它是主要是从肾上腺，就走另外一条路径，好，从肾上腺还有身上的脂肪细胞来分泌，好，所以啊，它换吃的是另外一种芳香环的抑制剂。所以刚刚讲的吼，停经前、停经后都可以吃泰木奇芬，因为它是从雌激素这一端来做拮抗，好，那个停经后就只剩下，这个芳香环抑制剂就只有在停经后吃才有用，停经前吃是没有用的，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更上游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枢作用的一个那个内分泌的抑制剂，哦，这个是做针剂啊，这个类型是用来保护卵巢的，哦，通常是为了保留生育功能的一些妇女，哦，她做这个打针的一个拮抗，哦，可能并用吃泰莫西芬这样子来保护她的卵巢。那在卵巢进入休眠之后啊，哦，她停止治疗之后会怀孕的几率比较高啊。好，淋巴结没有转移，荷尔蒙的指标阳性啊，治疗效果比较好的患者可以选择用这种药物来治疗，可以取代最传统的化疗，但是这个只有部分早期的患者适用，或者是真的比较晚期的患者，他选用这个针剂来做辅助治疗，因为它比化疗的副作用来得低啊。好，那现场有吃过泰莫西芬的人可以举下手啊，有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我都没有不舒服。因为这个药很温和，比较常见的吼，会有骨头酸痛，但是不多啦，吼，芳香环抑制剂的比例比较高。那有些人会有内膜增厚的现象，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吼。但是吼，我之前就有遇过一个蛮心痛的一个例子，吼，他追踪五年哦，然后复发了，他本来好像第二期还是第一期，复发的时候啊，他才跟我说，吼，他这五年他很规律哦，每三个月就来拿一次慢性处方签，拿了五年的泰莫西芬。然后他跟我说，他放在家里面没有吃，然后我很惊讶，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拿了这个药没有吃？他说，哦，他在街边，哦，大家都听说，哦，你这灵感哦，荷尔蒙唔当家，就他以为这个荷尔蒙治疗啊，他觉得医生开给他的是一个荷尔蒙，但是泰莫西芬是一个荷尔蒙的拮抗剂，哦，所以现在有这个例子，哦，我都很关心患者，我都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荷尔蒙治疗，但是它是抗荷尔蒙药物哦。对，但是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乳癌不能吃荷尔蒙啊，医生怎么这五年都开荷尔蒙给我，是想要害我还是怎么样？你一定有任何疑问一定要问哦。对，你看他那么认真在回诊追踪，就他五年的药全部放在家里没有吃哦。做荷尔蒙治疗啊，他大概可以降低三成以上的复发几率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好，那刚刚讲的就是停经前后都可以用的，就是吃这个泰莫西芬，它可以拮抗，它是部分拮抗，部分促进，部分拮抗，所以它副作用很低。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停经后使用的吃芳香环的抑制剂，那它的副作用会稍微明显一点，它的那个骨头痛的症状会比较明显。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现在统计出来这个药的效果是高于传统的泰莫西芬的，所以很多人吃了两年的泰莫西芬之后变成停经了，他再来吃这个就会有效果，效果比传统吃五年的泰莫西芬更好。那很多人也会问啊，说我吃泰莫西芬之后就停经了，我到底有没有更年期？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一般来讲就是去验那个荷尔蒙激素，抽血来验啊，因为你的停经很有可能是药物造成的，并不是真正进入更年期，所以你去抽血验卵巢的功能，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进入停经状态。好，哦，另外一种是作用于夏至秋的，就是那个中枢分泌剂的那个抑制剂，就是俗称叫做停经针啊，这个就是对一些发育异常的小朋友也有做别种治疗，它可以用来停止暂停卵巢的功能。那手术切除卵巢这个是很早以前在研究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发现的，就是医生他去做研究，很多第四期的乳癌患者任何治疗都不做就开刀把卵巢拿掉，它自然就好了，这个算是很特别的一个发现，但是现在没有用这种治疗在中断荷尔蒙。好，所以刚刚讲的就是它有几种，一个是降低雌激素的生成，像是手术切除，或者是用这个中枢分泌剂的抑制剂，芳香环抑制剂的一些药物，然后还有就是选择性的这些药物，像泰莫西芬这些口服药，就是最主要还是分成停经前跟停经后。那停经前的话也是用有没有考虑再继续生产来做一个判断。那最常用的这个泰莫西芬啊，停经前后都可以吃，但是它要注意，
吃这个药会停经啊，好，很多人都会停经，但是要不要避孕？嗯，我们现场有吃过的人知道吗？吃他莫西芬的时候要不要避孕？没有特别注意的。哎，吃这个药有可能还是会怀孕哦，但是这个药有致畸胎啊，就是可能会影响胎儿的效果，所以吃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避孕。停药之后，我会建议半年以上再怀孕哦，哦，这个很重要哦。哦好，那刚刚讲的哦，就是把卵巢去掉的一些方式哦，手术哦，放射治疗或者是药物，手术治疗这个已经很少用了哈、哦。做电疗哦，对骨盆腔做电疗可以中断卵巢的功能，但这个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呀、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有人用，现在也是很少了。哦，现在都是用药物来做这个停止卵巢功能的一个治疗。哦，好，那刚刚讲的哦，就是，哎，这就是国外的一个治疗准则。哦，这比较不好懂，因为这是设计给医生看的，不是患者。哦，可以看到说，哦，肿瘤小于0.5公分的，后面几乎都要做荷尔蒙治疗就好。好，哦，那肿瘤如果大于0.5公分到1公分这个区间，哦，可以说只做。那个内分泌治疗，然后化疗它是打正负哦，就是可加可不加，哦，因为它的效果可能有，但是不明显，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做比较流行的，就是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不是单独只有验乳癌基因哦，哦，这个是针对早期乳癌的患者，比如说他很犹豫他要不要做化疗，他去做基因检测，他大概会有几十种基因的那个分析，就是做一个弱点预测，哦，预测每个人的复发率，哦，它有一个评分啊，分数越低的哦，复发率越低。他就只要做那个内分泌治疗，就是做荷尔蒙治疗就好了，不用做其他的化学治疗。哦，那标靶治疗就是说，它也是在细胞表面哦，有这个指标的，它细胞生长会比较快速。哦，哦，那我们常常都看医生去看你的病理报告的时候，跟你说哈，哦，你是完全没有哦，或者一分、两分、三分，三分的就是强烈阳性哦，就直接打 positive， 就是说你对标靶治疗是有效的。哦，那如果是在一分两分中间的，他还会再做一个进一步的那个荧光分析，来看看是不是标靶阳性。哦，那这个指标啊，所对应的药物有两个，哦，一个是健保给付的，就是贺癌品，哦，这个是针剂型的药物用注射的，哦，它作用在细胞的表面。那另外一个是肽加定，哦，是作用在细胞内部。两个药也有人同时使用啊，就叫双重拮抗。哦，什么肽加定啊，不管它的，不管它的级别，哦，这个药物是口服药，它都是自费的，哦，会比较贵一点。哦，那化学治疗是，哦，它想要杀死这个躲在里面的这个癌细胞啊，但是它整个族群通通都会受影响，所以副作用很大。标靶治标啊，标靶治疗或者是荷尔蒙治疗，哦，它就只针对这个不好的细胞，所以它的命中率比较高啊，哦，效果好，然后副作用也比较低。哦，那它明显的具有选择性，哦，血液的毒性低，哦，肝肾功能损害也比较小，哦，通常不会让副作用加成，哦，可以提升治疗的效果，哦，那我们刚刚讲的，哦，很适合长期使用来做一个维持疗法，哦，对于不适合接受化学治疗的患者来说啊，就是比如说真的太晚期太虚弱，哦，单独用标靶治疗的 效果也是有，哦，而且比较没有副作用，哦，而且它不像其他的治疗，比如说电疗，啊，或是有某些特定的药物后面可能会引发像白血病，啊，或是别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标靶治疗不会，哦，所以患者的生活品质通常比较好，哦，好，啊，刚刚讲的还有其他的标靶治疗，就是像血管新生的抑制剂啊，这个乳癌里面有人讨论到的就是用艾司汀这个药，其他的比较不常见，比较不常用在乳癌，哦，那另外一个是细胞内，哦，或细胞外用来做标靶治疗的，哦，像刚刚讲的肽加定，哦，跟赫癌平，哦，那这两个药，哦，作用在同一个点上，哦，赫癌平啊，它现在已经出了，大概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药了，哦，那美国 FDA 补补过了可以用啊，但是国内要离健保可能还离很远，哦，因为每一个赫癌平的疗程啊，比如说一般人给付一年的药物，哦，可能就会用掉80-90万的那个药价，哦，所以对健保来讲的话这个负担很大，所以新类型的药物就是它对应标靶指标，哦，标靶就很像是一个那个魔鬼粘的那个黏住的地方嘛，啊，你的药会黏上去。新一代的药物就是在这个赫癌品上面又带了化学治疗的药物，所以它黏上去之后，那个化疗的药物才会跑进细胞里面去，所以治疗效果更好。但这东西通常都很贵啊，所以我觉得离健保都还很遥远，哦。那肽加定是口服药，哦，那标靶治疗一般，哦，建议在治疗做完之后的一个维持疗法，就是用一年左右，哦，一年是它治疗效果最好的，哦，有些人家里很有钱，他说我要吃两年，我要买肽加定我要吃两年，或者说我买赫癌平我要打两年，但是这个研究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哦，打两年跟打一年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是说，哦，家里面没有钱，哦，我买3个月可不可以，
但是这个目前统计出来超过三个月就有基本的疗效了，所以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都很大，那最多就是用到一年，后面就不用再增加了，因为后面再增加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两个标靶治疗的药物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乳癌的治疗的一个疗程，这个是以比较中早期没有转移的患者来讲，第一步常常都是手术，那接下来就是做化学治疗。以前有人做四次的治疗，现在大部分都是六次或八次。比较常用的药就是小红梅或紫杉醇这一类的药物，其他的是一些辅助的药物跟标靶药物这样。那后面再接着做标靶治疗，抗荷尔蒙治疗来做维持。抗荷尔蒙治疗大部分都是做五年的。那动辄治疗的话，每个人疗程可能前后会有点差距，大部分也是差不多四到六周左右。那比较晚期的乳癌的话，它可能在手术之前会有化学治疗或标靶治疗，先把肿瘤变小了之后再开刀。那如果真的比较偏末期的话，就是完全治好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会建议说尽量控制这个疾病，可能这个手术这个部分就不重要，就是以后面这些辅助疗法为主。那刚才讲的第四期乳癌啊，有些人即使是骨头有转移，在完整的做药物治疗之后啊，很多人还是可以活超过五年以上，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就是诊断跟治疗都很重要这样。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梁医师。那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想要请教梁医师？可以请问那管腔 A 型跟管腔 B 型有什么不一样？管腔 A 跟管腔 B 是怎么样？管腔 A 跟管腔 B 哈，管腔它英文叫 luminal， 就是管腔的意思哈。管腔的意思，因为我们乳房是一个腺体啊，所以这个是在表示说它在细胞切片的时候看起来跟良好的乳房腺体是外形比较接近的，所以它的形态比较好，治疗也比较好，所以它的管腔 A 跟管腔 B 这两条曲线在最上面，治疗效果也比较好。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那个大家都是病友，都是很有水准的。这个其实很难，这个医生才需要特别去判定。对，大概知道说这个管腔 AB 型就是大部分是荷尔蒙阳性，治疗效果比较好的那个族群。你说 A 跟 B 是？对，这个可以合在一起看，这个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个族群。它可以，比较简单来讲就是 ER、PR 荷尔蒙指标阳性的那个族群。好，谢谢。然后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是吃泰莫西芬嘛，那我现在吃护乳呢？可是我觉得护乳那是早餐后吃，可是我每一次吃完早餐以后，吃完护乳那，然后就去上厕所。我说这样子的药效是不是已经排泄掉了？不会，因为每一次吃完药，然后就上完厕所这样子。吃早餐啊，或者是喝热水、吃东西都会刺激去上厕所，但是你吃进去药在胃啊，那个离上厕所还很远，那没关系。谢谢。对，所以他做的治疗就标准，就刚刚讲的先用两年的泰莫西芬，后面再转成用芳香烷抑制剂啊。这方面是治疗效果目前公认比较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今天梁医师讲的比较专业一点点，有些我也听不太懂。这些比较困难，大家就是跟这个有相关或者是不相关的都可以问，没关系。OK，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从现在休息到10:40。大家如果有问题啊，不敢公开问的，私底下问也都可以，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比较害羞，上次也是之后再问的患者很多。那我们梁医师下个礼拜二也在福大诊所有开一个门诊，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是可以现在就可以先跟我们的护理师，然后我们诊所的同仁报名。